大家午安，真欢喜，搁看到大家，是不是有的可能是第一摆见面的嘛吼？有的可能即马见面都啊第二摆啊嘛吼？咱来第二摆握手一下好不好？好，安尼好，请放假吼，有第一摆要无见面过吼，都第一摆吼，当然有当时初级班拄啊，我有浪站啦，吼，所以浪站就是。阮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无迄个法案审查法案呐吼，都无上吼，那普通时应该拢有上，所以大部分拢了解我的背景吼，但是有的也唔捌碰到吼，第一摆吼，我简单讲一下吼。第一就是足感谢恁过来参加，因为国旗班结业了后，咱就会使参加咱台湾民政府所有的活动。拢会使去参加，但是你爱准备服装啦。我即马国旗班毕业的，大家拢去准备乌色的西装，莫去买到空的哦。空的大家听有啊无？就是浅乌色的啦，系啦，就深蓝色的啦，吼，唔好去买到。你讲去店的，讲你爱正乌的啦，正乌色的西装吼，这要讲哦清楚，啊，无讲我买来穿来，甲人无共色，我啊，还佫去买一束，安尼足麻烦的。所以一定爱去买。喂，个买啥？徽章啦，这个徽章是咱的国旗啊。哦，台湾民政府的国旗的标志。哦，咱啊穿乌西装，那团体行动啊，拢爱个。地帽啊，这是标准服装啦。这个徽章，我爱去买一顶帽啊，吼，咱中央办公室有咧卖帽啊，然后咧卖徽章，大家去准备一下吼。然后什么，有当时啊，你去招的报道，毕业结的结业啦吼，了后你就去招的去报道，报道看你有未到。做什么？吼、就爱穿这个服装啦。我简单讲吼，早期阮去分传单的时啊，暗到大家约好啊嘛吼，六七个啊要去分啊，拢好啊，一袋集合啊，大家去。内底有两个无穿服装啦。我迄阵啊，大家讲吼，安尼恁两个吼休困，到边啊看人分就好，你卖分，是安怎讲？咱甲别人无共款呢，咱是政府呢，政府无政府的形象，要安怎会使哩？所以。我准来甲讲，你
再去卖本，因为你无服装来。咱出去，大家拢穿服装，去本啊，绝对无共款啦。人看到咱的本传单，伊会去感受到讲，诶，这个单位是虾米？咱甲讲，咱台湾民政府，人会甲你接受。咱毋是穿青拖、薄冰两个咧分啦，是毋是无服装甲有服装，甲咱有要求，绝对无共款。咱都一摆，咱有开一台宣传车伫头前走，啊边啊个人啊日本，拢穿服装啦。边啊人咧看诶人，安怎讲呢？讲哎呦啊，这无共款呢。分传单的人拢穿服，拢穿西装的分的呢。安尼恁想，咱伫边啊咧分，啊人徛伫边啊咧看，啊伊安尼咧甲咱讲，啊实际上，咱就是爱甲一般的团体无共款。什么叫做团体？咱不是民进党的，也不是国民党的。因迄敢有讲安尼，规个拢穿同款的服装，绝对无的吧。所以咱爱家己，大家都家己去。啊，这服装应该无偌贵啦，吼。去迄个叫做家乐福，可能秘书长也有介绍过吼。家乐福。迄、那个拢有即个乌的服装咧卖啦，吼、哦，还我那是蛮便宜的，差不多3000多块就一束啊，吼、哦，这就是大家爱去试下看卖吼、哦，啊，这就是足好的，你无必要去开足侪钱，家己去定做一领，吼、哦，有当时啊，你若无穿着。哦，你都有咧讲啊，开遐侪钱，实际上大家经济方面拢爱少计算的。哦，啊，这所以讲这安尼大家清楚啊嘛吼、哦。咱因为高级班的同心，都爱甲大家讲个清楚。正式的服装，白色子一定是白，衬衫一定是白，女士。哦，礼数吼，我同款，但是免判的古代啦。哦，礼数吼，啊，且有诶白诶衬衫就好，啊，有诶有迄花俏诶吼，啊，无要紧吼，但是一些白啦。哦，啊，礼数免判领带，男士领带会使互你选。咱啊去参加日本。去祭拜靖国神社，咱中央拢送一条银色的、银色的领带给大家啦。哦，咱有甲恁传，迄确实出去，大家服装拢足整齐。啊，那平常时候去分传单，咱无要求啦。啊，今仔日。甲这个色，后天甲别个色拢无要紧，吼、哦，即看你今仔日心情安怎，你去提到一条领带来干。啊，即就是因为领带最少那40-50条，啊，因为我大家知影。我做教师嘛吼，做老师嘛，做教授嘛，讲座教授嘛吼，啊，有当时啊出去，
我拢穿西装啦。哦，啊，这所以讲我的领带较济，就是看状况，啊，有人送的，啊，若有家己买的，哦，啊，这拢有啦。所以人送的是安怎？咱去参观什么活动？哎，类似去参加高雄市议会，高雄市议会伊就准备内裤带，也是市政府，好咱去参观某一个单位，有当时啊，伊拢会送领带啦。啊，所以各种色咱无限制，吼、哦、啊！即有诶讲啊，你是蓝色，啊你是绿色，啊你是啊黄色，吼、哦、啊是讲啊紫色，无啦，即咱吼拢会杀你就对啦，虾米色拢会使夹。啊，即我大家就清楚啊，即马就是要甲大家讲。足感谢大家来参加，但是咱因为高级班毕业，大部分拢爱负责，最少啦，你拢爱介绍一个甲两个来上课，吼、哦，安尼你做一个实践嘛，啊无你拢无实践，安尼好唔好啊？因为那安尼，咱念的证券就会摕到，因为美国敢规定讲，咱爱4000个嘛，咱即马差不多600通个，吼、哦、啊！希望大家搁加一个油吼、哦，啊，可以赶紧较紧到，吼、哦、啊！这首先啊，拜托啊，甲身份证啦，身份证这确实会用哩，唔是咱迄是晶片的，唔好去用骗去吼。讲啊，阮听人咧办身份证，你甲问讲，恁的啊，台湾政府身份证是唔是晶片的？伊那。伊若讲晶片呢，迄是干那烂物尔啦。啊，若唔是吼，啊，迄就叫用骗咧。迄讲300块、500块，即爱予大家清楚。因为有当时啊，甲别人介绍，咱爱事先甲讲，较无啥熟悉。因为我定咧坐高铁啦、计程车啦，我若去拢会甲介绍咱。台湾民政府有的，伊讲以前人人介绍啊，哎、欸，我拍去哩，什么诈骗集团？你事先都爱甲讲，爱甲大家讲，你若要人介绍，你要事先讲，是安怎会安呢？流氓政府足正常嘛，一个地区。就甲你划分红派、黑派，还是什么派？伊才好掌控嘛。伊主要有这个情形，伊就网站上设一些相同的组织，类似安尼，你无注意去上到他们的网站上啊。啊，就会感觉讲，哎，安奈安奈，好，咱讲介绍，咱也搁提资料予伊，伊到尾来登去上网，啊，且看到拢负面的啦，所以咱是啊足艰苦，咱物价即马来啊，5年啊，为开始过了啊，到即马。在这里上课4年外，咱都没有办法那个突破
美国的要求，是怎麼會這樣？啊，裡面就唱一些流氓政府的人呢，都會把你妨礙，把你破壞，哦，啊，所以要讓我們的速度比較慢，所以大家回去在宣傳的時候，要特別注意這些問題，讓我了解，哦，事先你若无讲个清楚，真正甲少年个讲，少年个上网去看的，各方面个个报道拢负面个，伊看到都唔敢来啊！但啊，实际上这都是啥？故意啦，拢故意。你若上网无意中会去看到遮个有诶无诶，吼，哦，啊，予大家清楚吼，哦。啊，咱。因为今日是闭幕，啊，闭幕的重心伫带，咱讲三天来啊，你所学习的了解偌济，咱要予大家知影者。啊，因为做一个总复习啦。啊，我有准备一些 PowerPoint 吼，啊，予大家来加强这个印象。啊，咱即马就是因为有你的咱参加，咱则搁较有希望。因为你若拢无来，你若无要搁介绍人来，啊，咱就袂进步啊嘛。所以希望。拢爱去宣传，去介绍较专业的、较专业的，吼，哦，啊，较少年的，吼，哦，啊来上课。啊，因为像我七十几岁啊咧，啊七十几岁，过两年啊、两三年啊，就要转去啊，你知影无？吼，哦，啊，所以，阮。较无迄个时间吼，哦，来拼遐久。咱主要就是讲，趁这少年的吼，哦，叫较侪来咧，伊要甲台湾啊拼落去，伊我会拼较久。啊，所以讲，我是要拜托因较尽一些力量吼，哦，啊，予咱未来子孙较好过。好，哦，啊，讲到这，爱甲大家讲一个观念吼，哦。大家，我都活到百五岁啊，有可能啊无？无可能嘛吼，哦？他有一百岁无？都较拼嘛吼，哦。啊，若要活较久？有什么办法？大家想看卖咧，你要用什么办法，予人会去怀念你？这就是活较久啊啦。我迄阵啊吼，三四十岁啊时啊，我那咧想啊，一个人一生啊，一定会死啊，欸那爱做一个较有意义的，对社会啊，甲国家拢较有爱贡献的，啊，毋则会去教书，啊，则会去教册，这就是咱的想法。搁一个好事啊，老啥？老皮嘛吼，啊，人死还会留啥？所以大家要创造历史啊，无？那要创造历史，即马恁都脚步已经踏入去，家己来创造这个历史。大家拢有这个责任，到这个啊任务，唔只有这个福气。来参加这个授训，
你去甲人招，有诶，伊都无福气啊！啊，无福气，伊哪会听会入？啊，伊都无迄个运啊！所以咱遮大家拢有福气诶，家己为家己鼓掌一下。啊，足好啦吼！因为大家有这个信心，啊，甲愿意要家己留名，这足重要哦。这足重要，这就是甲态度同款啦。我迄阵啊，我也在想呢。我讲安尼，我安那要安那留名？我迄阵啊在想讲，哎，咱咧伫大学咧教册，伫研究所咧教册。我咧想想讲，唯一要留名，就是讲写两本啊书，写两本啊册，来摕到图书馆。予人以后有人要做遮个研究，我会去图书馆去看到咱个册，咱个写个，迄个要做著作伫遐。哎，迄阵干呐想安尼尔啦，啊，我完成啊，有，我有完成，我写几啊本，去伫图书馆内底。好、哦、啊，当然我是偏重在生产管理、成本管理、会计这方面。啊，本身也国家吼、哦，中华民国的高考加普考的成本管理会计的审题人员。哦，啊，这就是在这个学术上，我是我在做这个。啊，目前现在吼、哦，我是公，迄、那个叫做行政院公共啊，迄、那个工程委员会的审查委员啦、啊。哎，有的啊，政府机关啦、啊、吼，那边讲类似。有的讲迄个 BOT 案，即马讲台北市的 BOT 案拢出问题嘛吼，啊，就是因遐拢去找遐审核委员吼，审查委员去背书啦，吼，啊，个有的因遐个就拢到顶背书，啊，毋只即马科批咧整理，吼，公平正义咧做一挂公平正义，啊，个讲到遮。实际上，咱的迄个宗族，大家爱知影，咱主张拢知影嘛。咱开信的时候，拢伫遮读过啊嘛。但这个宗族啊，拢较无人咧讲。啊，我是讲在闭幕式的时候，爱强调，咱实际上足早足早。咱的宗旨啊，就是为百姓设想啊，这就是啥？哎呀，科批，咱的偶然的，伊哪去啊？你跟这些财团的谈判的时候，伊讲爱徛着人民的立场来做谈判，好、哦、啊，这就是咱的宗旨啦，咱的宗旨，好、哦、啊，所以那个。足同款啊！吼、哦，咱会发现科批甲咱啊足同款，哦，类似安尼，予大家啊清楚啊。即嘛最近发生的啦，这我爱甲大家讲一下。这讲这个啥物？啊，金普通跳船啦、啊！帮忙安排救生艇啊！这是对啊，张艺波讲的嘛吼，伊辞职啦。这都是什么情形？啊，确实啦，因为伊去美国。
两年，回来就跟马英九说什么？大船离港了，大船离港了。这个初级班的这一次，我应该有大家有看到这篇嘛吼，大船离港嘛吼，啊，确定啊，然后过后大家看，啊，所以大船离港是什么意思？大船啊出港啊，咱较早讲大船入港，哦，讲美国呢载米粉加牛奶来咧运作，啊，离港就是什么？要撤退了嘛，哦，啊，这伊就啥先跳船嘛，啊，去安排一挂以后，看安怎较有法度，伊个安全啊，等于伊个下岗啦，啊，无从阿扁啊，总统无做尔，啊，就叫伊去，叫伊加拉去啊！啊，所以这就是赶紧看安怎安排，安怎去计划较好些。吼、哦，这就是予大家去思考这个代志吼。啊，这吼、哦，这啥？林义欢因共党个呢？这个是立法委员呢？哎呀、啊，啊，因以前也是啊。甲国防部拢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委员呢，伊讲安怎讲？伊讲的吼，不信，吼、哦，是健康的因素，这伊家己讲的啊，吼、哦，类似在这边家己讲啊。啊，当然，民进党的陈其迈啦，质疑啦，伊这吼、哦、是要。安排救生艇啦、啊，哦，这有几个啊，哦，人拢咧咧判断啦、啊，哦，啊，这都给大家，哦，啊，我拢甲大家讲，这拢有根据吼，唔、哦、是我咧讲嘛吼、哦，啊，提大家的讲法，啊，过来整理一下，给大家清楚。后来。这足重要，这篇哦足重要。这就是啥？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罗斯，伊讲2015年台湾重要的政治年，啊，这几工程年呢？发表呢？第一。咱要了解这个罗斯，这个东亚助理国务卿，在2014年4月3号，伊讲罕见的，迄部纸拢安尼顶啦，说罕见的，咱会去看到，咱我迄份我有要给大家看，伊讲罕见的。要予咱台湾安怎自治有啊无？有啊无？要予咱台湾自治呢？啊，咱这个自治是啥？面顶爱有人个呢？嘿，啊 ，autonomy 就是讲面顶有人呢，啊，就是等于啥？等于啊，面顶个人是。日本天皇他有这块土地嘛？啊，咱那个加拿大，因那是英国联邦，还是英国国协，所以因那是尊重啊，迄、那个英国女皇。啊，咱就是像啥，阿爸像。加拿大安尼，纽西兰安尼，澳洲安尼，吼、哦、啊！咱袂使讲我们要独立哦，因为独立的话啦，就跟现在讲独立，就是跟美国战争，
哦，因为这次美国迄、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胜所占领的地方，所以伊那是要爱有也利益啦，吼、哦，所以这都爱大家清楚吼、哦。啊，伊这都是这样讲个足清楚啦，这我讲个。这我讲个足清楚，这就是讲咱大家爱会了解，所以今年一定啊有变化。哦，一般秘书长的猜测，差不多五六月的情形一定会。啊，咱三月就要过去过美国啊，所以四月日本啊首相安倍晋三要去看奥巴马，六月习近平也要去，吼、哦、啊，然后安排。韩国安排印度拢要去，所以这就是啥？这就是他们要重返亚洲了。就是美国在2015年要重返亚洲，啊，这和大家清楚哈。啊，那。本身现在伫大学咧读册，去上网看英文的啦，去上网看英文的，吼、哦，这个《罗氏》的报道啦，吼、哦，这个《华府四日》的报道啦，吼、哦，啊，伊这是这个是驻美国特派员吼、哦，这个报道吼、哦，啊。那咧读册的同学吼、哦，你爱搁较认真嘞，上国外的啊网站，搁去了解较济嘞，啊里头搁较清楚。啊，这有诶看了嘛吼、哦，我知影嘛吼，搁、哦、来了解者，啊，就是要走，唔只系国防部边嘛。要搬的国防部要搬的台大主啊，好、哦，这大家清楚嘛？这就是跟大家讲，第一张 PowerPoint 的延伸。刚刚回国的啊，金溥聪对马提出大船离港论，在美国待两年呢，回来就甲讲大船离港论呢，啊，知影今年会发生啊，干脆已经绕跑，啊，要做安排。啊，这都实际上大家我足清楚嘛，哦。啊，这大家知影嘛，吼、哦。啊，要走的台去。伊讲正要离港的大船要去哪里？平潭岛啦，金门、马祖啦。啊，平潭岛拢去好啊啦，吼、哦，这大家拢清楚了。好来啊，当然这个这一点啊，就是讲实际上啊，啊，中国已经知影讲台湾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了。但是伊那是要安尼甲你布啊，讲啥原因的啦？这我是报道的啦，吼、哦，报道的，吼、哦，伊这个报道吼、哦，诶。讲
什么叫做音呢？就是等于是做手脚嘛，啊，给人家会迷糊嘛，哦，啊，买给人正式安尼，伊就是伫这个附件内底啊。讲因有权利来收这个台湾朋友啦，哦，啊，这是啊，因的土地啦，啊，所以讲安尼，咱也得了解因足清楚啊，啊，实际上足清楚，因原早就是要爱，这是什么原因？在中国国民党。甲啊，中国共产党共一个国家嘛，共一个啊，干那不同的政党尔嘛。啊，当然，因来代理接驾，伊就按算讲这个所在哪因的啊。啊，实际上咱介无关系呢，大家会了解未？1946年1月12日发生什么代志？大家动动脑。啊，甲鼓掌这里。嘿，足好足好，大家有影拢足清楚吼。1946年1月12日，干那用行政命令，把咱的国籍呀、啊。咱是无国籍啊，实际上美国迄个高等法院判决，第一个台湾本土啊，台湾人没有国籍，啊，伊个一个命令下来，讲咱拢原早是日本时代的国籍嘛，恁讲啊，恁家拢改到中华啊民国的国籍。敢用行政命令呀？所以吼、哦，英国啊，甲迄个做美国三次抗议，加拿大又执行，到尾啊，伊个意思讲啊，互阮较好管啦，诶，这个问题啦，啊，所以这大家我爱啊了解吼，啊，所以这就是因拢我拢用。email 啦，哦，这后来，这都我讲4月初5吼、哦，通常咱家那是4月初5的话啊，因遐头，头头4月4日还是4月3日发表的，哦，啊，伊这个这都、个、是那伊迄阵啊发表。讲罕见呢，美国助理国务卿啊，这个是罗氏哈、哦、啊，伊讲要给台湾自治，这就是太阳花事件了后，伊才感觉讲，这个信息啦，无紧发出去，后摆啊，在太阳花。未了解真实的台湾的地位，啊个会个称什么安尼？称李登辉总统，伊讲要会神呐、啊，变成啥？台湾啊，成立一个国家嘛，伊要会神嘛，就算台湾国啊。啊！美国讲袂使你啦，啊，毋则变动神。即卖也有神主席啊，也有神咨议会的议员呐、啊，所以拢咧领咱老百姓的薪水啊，啊，搁乌白做才会死哦。过来，啊，边个人毋知啊？李登辉怎迄阵人毋知啊？啊，边个人毋知啊？讲要参加联合国啦，你要参加联合国，必须要具备4个条件呢。
爱有土地、人民啊啊，政府呢，还有外交权呢，爱四个条件呢，拢无啦，啊，联合国甲你推荐，伊讲啊，那联合国人唔敢收，啊，无咱来住在台湾岛上的这些人民来自决公投，这就是安怎？咱敢讲大家住伫国宾，住啊三五十年啊，住伫国宾遐个人讲啊，无咱来表决一下，国宾是咱遮个人个，安尼敢会使哩？袂使嘛，你无所有权嘛。人国宾的头家，伊唔叫迄个所有权。啊，你住伫遐，你是干那付迄个房租尔？你住一百年，你若无所有权，恁讲要家己来决定，这个所有权哪有可能？这就是拢无了解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情形啦。啊，所以美国啊，甲阿扁也讲啥？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啊无？就是麻烦制造者，做报面干吼，爱讲麻烦制造者，发布吼。啊，这就是，拢唔知啊嘛。哎，即嘛，今日讲，五十万。行出来，各拢少年呢，啊，赶紧讲予大家知，要予台湾自治，啊，这个自治就是上面有人的自治，哦，天皇啦，这就是这个情形嘛，安尼足清楚啊，哦，啊个。甲即嘛安尼，整个逻辑啊，甲分析啊，甲判读，我足清楚。啊，这以前的国务卿哦，即讲，即都都太啊太依赖中国的话，台湾会变为啊脆弱，就是主要问题是啥？讲一个较简单的例子啦，吼，你挖两一窟，挖较大窟的窟啦，啊，搁挖一窟较细窟的窟啦，水甲拍通过，会安怎？较细窟，细较一定是细窟的老的大窟的呀，啊，就是安尼啊，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较大块，中国国民党伫台湾较细块，甲拍通过，伊就拢要互通。啊，你那是遮个财源啊，遮个做迄个资金啊，甲拍通过，啊那拢啊流流去中国。这足简单的呀，啊，所以有个人无清楚啦，吼，啊，何理解？加在科批画出来讲啥？讲两国一致呢？科批有安尼画出来无？当然他们是一个国家，以后我们自己自治，我们也是一个啊日本天皇下的啊国家，哦，等于大日本联邦，哦，啊，那也讲一致，我感觉科比的头脑就好，较早那个国民党啊，甲这个叫做蒋经国讲三民主义统一一下中国，安尼
因是因家己去一致啊，即马科比的解释伊讲，给到啥？是这一致啊，就是要普世价值啦。他们那边也是普世价值，我们这边也是普世价值，就是一致了啦。啊，下面叫做普世价值，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啊，个过来就是我们照顾弱势，哦，这拢是属于咱的这啊，迄、那个普世价值嘛，哦，啊个公平正义啊，这拢是嘛，啊，所以咱啊安尼咧做。咱也按呢咧做，因遐中国迄边，因也家己去改善，啊，咱这边，啊，咱就是按照美国给咱指示的，我们以后会成为日本啊联邦，或是。邦联，安尼就是咱的目标啦。哦，啊，这我要给大家清楚一下吼。咱甲伊以后足密切关系啦，咱甲伊足密切的。是安怎讲？日本啊，这个安倍。实际上，经差不多三年外前啊，美国甲咱问讲，恁甲日本政坛上，甲几个较相当？啊，秘书长甲建议讲，有啦，有安倍啦，伊捌做过首相嘛。啊，你看安倍。又回国呢？这那无美国咧斗三工，哪有可能会阁回国的理由？这一点。阁第二点，伊啊遐好大，因为伊要实施啊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啊，伊要实施，因家的啊。众议员大部分反对，无法度，那伊就用行政命令先实施。啊，人家行政命令说你是违宪、违法，伊讲安尼话题较大咧，甲恁即个众议院的迄个议会啊解散。从前，这就是伊话，话题较大哩。啊，这若无美国咧斗三工，敢有可能？上简单，大家用大家去想看嘛咧。以前美国逼人台币升值有啊无？直直逼，直直逼，咱台币以前逼到25-26块，换一块美金，迄个逼你升值啦。啊，即嘛日本安怎？较早伊若逼伊升值，即嘛若放互日本去安怎？贬值啦。啊，美国敢有出来讲？你袂使阁贬值啊？无啊！啊，这就是什么现象？真正世界上啊，拢美国咧指导较济啦。你若无听伊个啊，我爱太了了。
啊，尤其是咱是美国的占领的所在，所以绝对讲较简单的，咱家选到的总统就职，一定爱美国总统的贺电呢。那无贺电，吼、哦，奥巴马的贺词啊，恭喜你当选啦，吼、哦，啊，你才会使就职呢，无袂使哩呢。迄阵啊，阿扁啊，第二任，大家唔知会记哩无？一挂新党诶啦，啊加国民党诶啦，几下诶立法委员去组织选委会打迄张诶，打迄张公告，大家毋知会知影未？弄破玻璃，啥物脑壳出出来着无？迄时安怎要安尼做？都不爱给伊打嘛，啊！这是安那爱打迄张，因为阿扁啊，伊都讲我都算着，安那美国拢贺电无来啦，啊！到尾来咧下心啦，去甲讲啦，啊！伊啊去总统府咧讲，阿扁啊遐总统府遐人拢知影咧，啊！总统府一挂拢啊是尿白啊较济啊，啊！伊一定都透露去。所以唔只叫大家去阻止这张唔好打去哩，啊，大家才去啊，去啊，别好唔好打，啊，伊去甲打去哩，才好拆落来，啊，伊翕相翕者都寄去予美国，啊，贺电明仔载就到位啊，啊，这大家敢会知？你也无咧讲大家。唔知啊，真正确实唔知啊，啊，所以拢美国咧控制啦，美国咧指导啦，哦，啊，咱这呐，这咱这这个单位，那无美国咧指导，炸到，哎，鸡啊狗掠甲无半只，真正，这是确实100%。迄阵啊。我第一届咧，第一届，啊，我要伫学校咧呢。当然，咱的判断，讲，咱若要对咱台湾的以后的子孙做一个贡献，咱就来参加。所以迄阵啊，秘书长邀请，啊，就来参加。迄阵啊，秘书长讲用张燕好无？因为我考虑到我要伫学校，吼、哦，啊，我讲看看这部代志嘛，啊，讲啊张文燕，吼、哦，啊，这就是。用假名，无假啊！哦，所以，甲大家讲，来参加的人，拢有福气啦！所以解散，啊，即马都要因伫国会吼、哦，咧改这个。啊，迄、那个回复，因日本我派人来，甲秘书长学习，讲因要安怎回复因日本天皇的啊明治宪法，拢有来咧请教，啊，这我予大家参考吼，因根本因拢有法度派兵出来，迄最近啊，这个报道。啊，美国也有做啊，迄、那个第七舰队司令啊，讲希望日本
我派船舰去巡逻这个南海。啊，我讲的吼，恁上网去看，吼、哦，迄、那个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啊，我有这个发布，希望日本派船舰去巡这个南海。哦啊，这大家足清楚啦，因为这是伊要走路啊嘛，啊，所以紧甲遐个中华民国遮拢把它取消嘛，哦啊，这种自动一直在取消嘛，啊，所以就是大船啊要离港啦，啊，所以这个拢爱取消，根本咱遮一般的人民根本拢唔知啊，拢唔知啊，啊都。拢戆耍耍，啊来交税啦，吼、哦，啊无就警察要开罚单啦，安尼尔，这种，吼、哦，嗯，啊这唔只讲叫做戆百姓。这吼足济嘞吼。大家了解吼、哦，这就是要甲大家讲，真正让人骗唔知啊，吼、哦，因为恁有来上课，啊，阮才有这个机会，啊，甲所知影、所看到的了解，啊，甲大家讲，啊，这是足久以前啊。卖讲遮久吼，2012年6月份啊，应该福州的新闻都安尼报道啊。哦，啊，这就是啥？讲要来，让因住伫遮啦。好，谢谢大家。嗯。啊，那要安排伫遮？这是美国甲中国安排的呢，因为美国用船啊。把他们载来这里，那时候美国把中国这些难民载来这里，啊，现在他们要想办法说有一个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啊，实际上还没韩战以前啊，有一个孙立人事件，孙立人事件，知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好，无几个啦，吼，我补充一下，因为孙立人，伊是美国啊军校毕业的，啊，迄、那个麦克阿帅，甲邀请伊去。啊，第七舰队的那个军舰上啊，去跟他约见。伊甲讲，蒋中正啊，美国无信任啦，惊不保啦，啊，想要叫孙立人来管理台湾啦，吼。啊，迄、那个时阵，国甲菲律宾讲，请菲律宾啊，拨一个所在啦，和在中国流亡在台湾的这些高官啊，啊，来避难所啦，和因有一个所在好住安尼啦。啊，菲律宾也同意哦。啊，这个孙立人讲走去，回去了后，讲甲蒋中正讲，美国讲要叫伊来管啦。啊，伊即马蒋中正才讲，等于变成软禁，无较怕死。那以前迄阵啊，应该就甲。反叛的话就给他打死嘛，他说，欸，人叫你
反叛啊，你无反叛啊，你来甲我讲，啊好，再甲你软禁。拄啊关伫软禁伫迄个台中魔幻新村遐啦，魔幻新村遐叫做一个魔幻农场，迄家遐创一个伫遐啊软禁。啊，这就是啥？我咧讲就是美国要做啥物代志，伊拢安排好势。一步一步，这边才拢创好啊！啊，就发布啊，所以今啊，这边台这个淡水讲台啊、台北港跟啊这个平潭港，我通航啊，台中那通航。哦啊，这就是什么情形？这就是要甲大家讲，事先啊啊，拢讲好啊，要给因安怎顺利啊，回去了。哦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啊。我要補充一個消息吼，讓大家知影。我一個同事，伊本身也是教授啦，甲我講啦，伊咧開一個畫展啦，啊，我就去遮參加咧。我知影伊是迄個中國啊國民黨的迄個叫做。可能情治单位的第二代了。我甲讲，恁阿爸爱去平潭岛，啊，你知影无？伊讲，伊个点头甲讲，伊有一个亲戚是平潭家，我做主管，开行的时啊，通行的时啊。伊来又该见着面，啊！我讲你有兴趣要去吃哦，恁阿伯恁来去吃大嘞。伊讲啊，那边风太大了。伊讲这个所在风太大，啊！我唔知怎讲，这个所在吼，啊，风应该迄阵啊，拢气也未好势啊，啥应该是风足大。啊，讲因来滴。伊甲这边我有关系啊，啊，系啊，啊，这就是予大家啊了解一下。当然，有诶，第一摆诶啊，毋捌看到，啊，那第二摆应该拢看到影片嘛吼，啊，搁看一摆好无？啊，来，咱要拜托咱来放一挂这个。平潭岛开花的情形，让大家知影通航。两岸海上航运有新的航线，从福建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五个小时以内。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海峡号的第十万名旅客。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因为随后他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元旦前后啊，这是我们盼望的，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根据业者计算，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再转陆路运输，总计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越来越便捷的交通，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TVBS 新闻李宏、庄志伟，福建采访。好，咱即下阁看落刷落迄个影片吼。
那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好，现在很多人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计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咱今麦过来看迄个受害的台商哈。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
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好，我这里再补充一下，我要给大家较清楚的，我是仲裁人，仲裁大家唔知知无？就是讲较简单的个民间法官啦，我仲裁人吼。当然，仲裁人必须伫大学内底的助理教授爱三年以上，啊去报名参加仲裁人的受训。受训加四个迄个礼拜六、礼拜天吼，四次吼参加考试。考试70分及格。把你这些名单怎送给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备案，啊，你可以登记为仲裁人。啊，我是啊仲裁人。咱中华民国仲裁协会去北京第一届研讨会，我哪去？我去的时啊，跟因遐北京仲裁甲法院啊，甲商贸拢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因呢，迄个叫做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做交流沟通。我举手，甲问，为什么台商？在中国啊，打官司都打输。我甲问啊，伊安怎回答你知影？伊讲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了。大家去思考，什么叫做中国政策？他所说的中国政策，哈，这个含义就大了嘛。我较早伫国外，啊，我有问上海移民去国外的人，伊讲啊，因的教科书啊，国校的教科书啦，讲中国。迄阵啊，因承认啊，讲中国哪会比台湾较歹、较落后？伊安怎讲呢？教科书咧讲，蒋中正把我们大陆的黄金都带到台湾来了。安尼，小学生就教育这个思想。所以，哦，你是台胞，抓到机会就杀你嘛。所谓杀你，就是要跟你抢夺嘛。你把我们的黄金拿去，所以我们比较落后，比较穷。这都是从小就在教育嘛。啊，他们培养出来的这些法官。他们的想法一样，哦，这个是台湾来的啊，这个是啊本地的，他当然支持本地的嘛，啊，所以没有法治，迄拢无影啦。你看安怎外交，安怎去现代化，迄拢假啦。所以这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观念，哦，
因那边讲拢足好听的，到尾来讲，台商底下受害的拢是啥物事？原早甲这个凡是甲这个省啊，迄、那个省书记啊，讲好啊，什么代志按着足好办了呢？伊即卖伊调走啊啦，即卖阁换新的书记来啊啦，书记讲啊，以前迄讲的拢无准算，嘿，阁为倒来，啊你都，哎呀。啊，白纸黑字啊！伊讲那白纸黑字，那白纸黑字嘞，伊都无嘞，也无真诚啊。所以吼、哦，老台商有朋友底下吼，咱也听到这个课，甲倩英讲吼，钱赚赚嘞，哎，轻轻的，那一直走，较早走，性命要。不好调嘞，那较慢走吼，你爱遐个钱才性命才休去。这是予大家做，因唔是走华丽来嘛，走因个观感来嘛，吼、哦，啊是因个看有没有违背啊中国政策啊，无啊。啊，伊俩是讲啊，你是外国人啊，当然我要判本国人有利啊，这个是政策啊。哦，啊，你都嘛无法度伊啊。哦，类似安尼吼，和大家搁较清楚一点。啊，这都是因我咧讲啊，我是搁补充啦。哦，我是搁补充。啊，这都是要和大家知啊，是安怎大家。一定要出来啊！拜托，叫较专业的、较少年的来受训。问题就是啥？问题就是咱政府的啊，潜藏的债务啦，能破啊十七条，吼、哦，十七条外啦。啊，这次迄个做啥？李王政府哈，啊，伊都来做，伫这三年中间啦，啊，增加啊四条，啊，这拢要啥？要予少年呢？我那较早死，我无要负担啊呢？啊，少年呢可以负担嘛？啊，所以少年呢，无出来。到做出来到打拼，恁阿爸恁都足欠的。我咧讲，实际上就是安尼啊。讲一个较无输赢，起码拢安尼啦。见到财团无代志，有安尼啊无？讲一个搁较白的。高速公路拢起好啊，对不？啊，咧收费啊，对不？讲要为了较紧归还啊，怎啊叫财团来设一个扫描器，和财团去算银票啦，去遐收钱啦，你听到？啊！收票站这些员工，拢无头路，上头哪讲好啊呢？要安排呢？安尼因有违约也无，一定违约嘛。所以你无法度，所以有诶讲，诶叫柯P来做总统，人去罗南波尔叫柯P的话总统。这就是啥？人民心声啊！爱公平正义，啊边啊公平正义做无到，才会一直在跪嘛。
哦，拢即马要要关嘛，即马是讲讲好啦好啦，因选了较歹，才可以出来外口串者，我限制哦，伊若阁出来，我别讲都连咪抓入去啊！伊是安怎拢用这个情形甲你控制掉咧？阿辉啊，那同款，阿辉啊要官司呢，大家唔知知无？伊要有呢，所以伊话有当时啊，我有当时啊，我无啥敢讲啊。当然，咱足尊敬的，但是啊，伊就是我有困难伫咧啦。讲到这吼，我补充一句：阿辉啊，92岁，搁去期待，搁去日本呢？那92岁啊，是安那要去日本？这回出去搁烧啥？查某囝囝婿去呢？啊，这但是无发表，我会使甲大家讲。阿辉啊，见到天皇了啦！安尼，阿无伊家在地方要去日本创啥？日本天皇无法度来，只甲你看啊！啊，伊要去看伊就是，伊爱去啊！啊，所以家在地方啊，就去，啊去，佮带两个，迄、那个囝婿去啊！去认识啊，够足奇怪嘞！因查某囝主动参加科批的团队，有啊无？大家去动动脑，是安那那会遐好打，安那会遐干？这就是去见天皇啊！天皇讲，台湾阿伯那好势，请你来斗三工。阿辉也讲，啊，你袂使，我先老啊啦，爱叫少年的啦。啊，少年都因查某囝，因遐个做啥？囝婿遐个人啊，好啊，哎，哎，因囝因。因查某囝主动写家己推荐去报名参加评审，对啊，去参加。科比呐，错一个呢。科比也无去考虑到这个代志，伊也错一个。啊，这拢有因果的。伊无想到遐去，伊才喘一下讲：“啊，但是毋是，毋是李登辉的查某囝，佮确认者讲，我实在哦，这就是啥？实际上，这就是咱我就可能阿伯啊。”美国安排，咱说不定会较直接。科比讲，这个形态，哦，这个的发展，拢是啊，因为4月份安倍晋三要去美国。原则安倍晋三要来台湾呢，无公布啦。吼、哦，按算12月迄阵啊，等于咱去拜靖国神社时又要来，因日本拄啊迄个时阵在换休困，要来，到尾啊伊都安怎？检查身体不舒服啦，全部来，讲大肠癌啦。啊，当然，现在还不错了啦，治理的还很好，所以4月也可以比较。
啊，去到美国就是啥？咱头拄啊安尼联系看看，咱就足清楚啊。哦，2015年，美国是台湾的政治年啊。哦，而且陆续陆续的演变，所以大家，我甲大家讲，大家有福气就是啥？你们即马再来参加，啊，恁就搭上火车。安尼你唔是福气，唔啊无啊无是安怎？啊，真正啊，阮母甲真正母甲足久咧啊，吼，这就是，可能知影一个啊，这啊，这拢我后边讲的啦，吼，这啊，这大家知影嘛，吼，后来佫讲一个。咱的高官，行政院的公务人员的高官呐、啊，拢在创啥？因为这个就是辅大的教授，美国教授，哦，辅仁大学的美国教授，太阳花去攻进。行政院的事，伊也锁入去啦，伊也锁入去，锁入去，去行政院的拖啊，甲开啊，这种话足厉害的，中文看有啊，看到这份啦，你看这页条哩啊，迄板啊，页条的迄种，吼、哦，伊怎啊，甲翕起？高官都在造假，这是啥？这吼、哦、行政单位吼、哦、叫同仁呐、啊，每天呐、啊、要上这个政院行政院的一点通啦、啊，哦，新闻资讯网啦、啊，啊，拢叫大家最少都爱点十摆啦，拢去点按赞。实在，所以，啊，点阿个安怎呢？佮做一个记录呢？嘿，有诶有点，有诶无点，有诶无点，你若无点五十摆吼，而且无法度打勾啦。啊，即啊，即个无点啊，啊，即个无点是小假啦。伊用阿足聪明呢，伊惊讲。这个要做啥？迄个，伊甲这个名吼，嘿，拢甲查起，干那姓啥呢？所以高官一工食饱，干那底下咧啊，嘿，造假啦！啊，你看咱人民交税金，互因底下，嘿，纳两个乌白布啊，但是实在。这个政府早早就要，嘿，吼、哦，啊，这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啊，当然，因这个拢有在做白色恐怖嘛，要在进行嘛，哦，这给大家知影就好了。啊，这陆战队淘汰了嘛，啊、哦，陆战队我淘汰了。这大家清楚嘛吼？这就是美国国防部长。事实上啊，中国看不惊因的国务院，因国务院啊无法度处理，拢给国防部。国防部在处理代志较直接，所以咱我是国防部啊支持的一个单位啊。这个就是要甲大家讲吼，因为早起秘书长我有甲大家讲，若要
来考一个资格。有讲还无讲？安怎讲？迄实在是我讲，以前卖讲啦，啊，我来讲吼，较客观啦。伊安怎讲？我讲较客观。我甲讲，迄、那个叫做考试的叫做啊技巧。好，我讲考试技巧吼，我来讲啊，伊就是伊拢伊咧指导嘛，伊卖讲啊，我来讲考试技巧。考试技巧，当然，参加的人及格率啊是无悬的。我甲考，我咧考大学的时啊，录取率是16%。分迄阵啊，吼、哦，我迄个年龄咧考16%、15%，迄、那个卡达啊尔吼。啊，咱这啊那是无关啦，吼、哦，甲考大学同款。所以因为安怎咧，大家未了解嘛，有诶为选择题直直做直直做，看甲尾来讲，我都时间到啊，但。所以考试技巧就讲啊，迄、那个伊都吼80条选择题，过来102条是非题，啊，是非题应该拢有答案嘛，应该甲大家讲选择题名声下是迄个不是非题名声下为。为120条的选择题，伫尾啊，只第二项选择题里面先写好4个就一个，就一个，你毋着去算，靠把握，较用精神去算嘛。算过来，讲剩下15分钟，我你有30条选择题啊未？你阁看无？看无无法着讲一条，你干脆你迄阵着拢写千，起码也有1/2，对唔对？对对。啊，秘书长阁安怎讲？你袂使写千差，你啊千差，你会死甲足歹看。你啦，可能拢唔对。好，这你讲的，我这啊，无我来讲，就是到尾啊，无时间啊，拢甲空一口啊就好啊。嗯，安尼有一半嘛，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拢来报名，因为这节考一个，迄个要做啊，这个证照啦，我要甲大家讲吼，我若爱足爱考证照的呢，有证照要考吼，我拢会去考呢。所以我本身我是迄个专业人士的证照，吼，我有专业人士证照。啊，有啥物考试，你着知影我若是我咱若有啥物活动。愿意去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啊，甲通知讲叫我去啦，我去啊，啊，遐免交钱啊，啊，头尾几礼拜啊，啊，无交钱啊啦，啊，去国事班，李登辉学校国事班，报名爱写啥，爱写你的资料，搁写你的怎。论述简介啊，写一份去考试呢？哦，迄阵啊，我也唔知讲哦，爱个考试哦，考试个地带呢？伫我伫南部吼、哦，是南部国宾饭店考试啦，伫国宾考试，好、哦，过遐济人，大家哦，大家哦啊来考试，哎，大家啊去啊。啊，无钱啊啦！去啊，我便当摊食呢。
啊，无咧收钱啦。哦，咱遮第一期我若照交呢，恁交偌济，我交偌济呢？迄阵啊咧想讲，咱是教授啊，咱都来玩来咧上课。咱看讲照交啊，谁来照交？咱都确实无钱啊。这个代志是好代志啊，大家拢愿意，所以钱也较高，来遮兼讲师，搁兼学生，得意个。哦，这就是我互恁知，唔是讲阮遮老师，遮讲师无交钱个，较高啊。哦，这是互大家清楚啦吼。当然其他的单位我所知啊，那个叫做凯格兰学校也没在收钱啊，哦，那类似这个情形给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要考试？三月七号。哦，三月七号。咱这到尾会要做啥？考到可能第九届、第十届，说不定就不爱考啊！哦，这予大家知影者。啊，特别搁甲大家讲，咱来每年啊，每年啊，十二月二十，拢会去日本啊，是安怎？爱去日本，咱上头唔知啊，咱过美国，去啊举办第第届伫美国华盛顿 D.C. 的世纪酒店，美国相关单位啊，上进两百度啦，而且啦，上进两百度，上这两百度啊，荷兰啊，伊讲你们秘书长没有来，这两幅图画送给你们秘书长，你秘书长就知道了。哦，原来这是台湾的国际地位啦，这两百度是咱的国际地位，美国占领。日本天皇住在里面的天皇有台湾的土地所有权，上咱这两百度咱唔才知哦，原来是安尼，当年拢有去日本，大家有要来写历史啊无？那要来写历史，咱十二月二十，咱斗阵过来去，好啊，好。哎，准备这个服装啦，哦，哎，准备这个服装，咱才过来去，拢会去啦。因为这入去遐是这天皇，你看。咱这是咱啥？这个起码来得呢。第二年要入的时啊，去到第一关啊，因为不可以，不可以，你们不可以拿这个旗子进去，因为我们进去的旗子都是拿这一支的。我们说我们是台湾民政府啊，你说台湾民政府。就是不行了，你们也要拿这一支了。第一关我让你们呢，咱该抗议，讲阮是台湾臣民呢，阮是因为以我为例啊，我叫阮老爸叫奥多桑，叫阮老母叫卡江，我是什么人？那时候就是你
日本天皇伫遮咧，啊，阮要入来，阮是即支啊，啊，到尾去教授以后讲好，恁这会个级别，好，迄阵精神大家振作起来，啊，所以即马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啊，拢入去啊，所以这无问题啦。第四年、第五年都自己拢安得入去，三万八，好、哦、啊，当然头头欠啦，好、哦、啊，不要哈，那、啊、是好、哦、三万八哈、哦、啊，当然这都、就是啊。系啦，啊，外间啊，大家创造历史嘛，吼，哈，什么？五工啦，系啦，啊，咱因为拢大拢是迄个要做啥？迄个诶，最高级的饭店，吼、哦，最高级的饭店，因为咱是政府出去变政府的官员，哦，出去。成安尼啦，这安尼，这好，啊，这种会去翕这相吼。这个 PowerPoint 吼、哦、是日本青年，咱迄阵啊有办日本青年吼、哦，叫人来遮访问，啊来遮上课。迄阵啊，我上课的做的 PowerPoint 啦、啊，要让日本人知影讲日本天皇住所，为何台湾民政府的旗帜可以进入皇宫。啊，请思考这个问题，好，日本人去想这个问题啦。好、哦，啊，这就是迄个时阵做的 PowerPoint。这应该是第一年入去的时阵的旗啊，吼，啊，报纸吼，拢甲咱这个旗啊，吼，唔敢顶出来呢。伊讲都毋捌看到这个旗啊，入去要做迄个天皇啊，伊怎来？甲咱这拢甲擦红的啦，这报纸内底拢甲擦红的啦，这种拢甲擦红的，这也甲擦红的，这拢擦红的，哎，拢擦红的啦。所以咱到尾也甲抗议啊。回来了发现你说不可以要他抗议，要他抗议，现在有了，有我们的旗子没给你擦红的，日本在日本的时候，对啊，报纸给你擦红的，报社在报道不让你有别的旗子出现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习近平啊，迄阵啊吼，迄阵啊唔是总书记啦，迄阵啊去的时是副总书记，副的啦。哦，嘿，迄阵是副的。这是安怎嘞？伊去啊美国访问，美国甲讲了后，伊讲好，我顺续转来过日本，要来看因天皇。但是因甲外务省，外务省讲你要见阮天皇哦，半年都要安排啊啦。我哪会咧想这个半年呢？咱，我啊，差不多应该是两年外前、三年前啊，咱我要去印度，要去印度的时啊。咱去了后，要来讲，咱也要来见
打来，因迄安排人上头拢甲咱讲好啊，去了后讲，无安尼啊，你要见阮打来哦，半年前都要安排啊，恁才三四个、三头三个外月，恁才讲要来，啊，阮哪有法度甲你安排？哎，碰到这个困难啊，后来打来就是佛学嘛，吼，佛教的嘛，吼，啊，佛西藏的那个藏学嘛，吼，藏佛嘛，吼。哎，咱的动心有一挂有学佛的，赶紧在这个信息呢。我所知的念四百，因为普通是因拢有咧念经嘛，四百本的经啊，回向予伊。因咧甲咱招待迄个来接待迄个，伊讲伊要去问答来。到尾第二天，我早起是迄暗的时去到遐，暗时九点外，明仔载讲要去啊，伊讲我无可能，恁爱用啥呢？用世界诶，华人诶团体来参加西藏流亡政府诶活动，都唔是啊，去拢讲好啊，拢讲民政府要去诶啊，啊去遐变卦啊，啊这就啥？阮所知啊，前两个礼拜台北。关的迄阵台北关的议员林明义啊，先过去讲，因讲出来讲送两百万去给打来。啊，咱袂得你袂啊，啊，咱去到遐就等于无效啊。到尾啊，咱的动心回向了后，哎，因。第二天早上，因去问达赖，啊，达赖讲，我足欢迎寄来，说我这张身份证啊，咱这张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啊，达赖忘过呢，我提给伊看呢，啊，所以讲，甲大家讲，大家呐，我到你基督教啊，无要紧。你就安怎？你就祷告嘛，予台湾赶紧顺利，吼、哦、啊！予咱台湾民政府赶紧来执政。啊，你那是会爱念经的人啊，拢念经回向予台湾，哦啊，请三官大帝做主。念普门品，啊，加这个叫做金刚经，啊，加念一切如来啊，毗弥啊，陀罗尼经，回向给台湾，给台湾能够光明。安尼啊，足紧足紧，这个经就这吼是来救路用的啊，咱大家唔知啊，实际上是足。啊，大家若有这个，有这个迄落个吼，拢会使认真啦，吼、哦，起来做一件代志。这若咧家己做工程咧，你予台湾早日啊，把这个流亡政府甲关平摊去，啊，咱个人民过了较好过，这若是咧做工程。啊，伊见到伊甲讲啦。习近平甲天王讲安怎咧讲咧？讲中国即卖经济较好过啦，伊想要来买台湾朋友啦。啊，习近平安怎甲回呢？讲阮祖先甲即卖都无咧卖物件的啦。安尼，哎，对啊，天王系啦，天王安尼讲啊。讲阮祖先呐、啊，天龙因祖先就是黄因一代一代地传落来嘛，
讲因都无咧卖物件，啊你习近平要来买，啊哪有可能的代志？啊讲无几分钟啊就结束啊！啊这因为咱哪会知影呢？啊这叫美国安排啊！啊美国有甲咱讲啊，啊咱才会知。哦啊甲咱讲，啊咱才做这个，诶炮管甲打出去。因为这就是习近平以前嘛做副的，回去了后，伫美国甲讲了后啊，才知影讲台湾唔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唔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啊，因为天皇在1945年。4月1号已经实施明治宪法，啊，选举3个啊参议员，5个众议员到东京开会，参加战争死亡的都放在靖国神社，但靖国神社有39100，所以。已经都变成日本的国民了，啊，所以你看以前这个野田啊，一讲啥，我遐好大，讲哦，比这个有做中日韩高峰会议啊，宣布啊钓鱼台啊，啊为日本固有的领土，哦啊。中国跟他称下公司中国的核心利益，因为这个钓鱼台是台湾宜兰州的领土了，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钓鱼台是宜兰州的啊领土啊，啊所以啊，伊讲钓鱼台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啊，啊因为台湾已经。成为日本的啊，实施明治宪法，就是成为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因即马拢未讲以前朱镕基，你唔知记得啊？中国这个哎，朱镕基啊，就派人呢，去迄阵伫电视内底看，台湾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哎，创回单要甲咱，吼、哦，咱咧选总统的时咧，单回单无，吼、哦，类似安尼，予大家清楚。这可能大家我足少看到吼，还是有看到拢袂记哩啊。这个是啥物？5月20日。就职典礼的时候，这里伫介绍馆呢，介绍馆挂这个国旗啦，介绍馆挂这个国旗，啊，这个甲这个有同款啊无？无啊，是啊，无同，啊，啊，因那要挂这个，这都是你予美国看。讲我们也要成立民政府啦，我们要用这个旗子啦，而我们以后用这个旗子代表台湾民政府啊，给我们一直管下来了。安尼你知影无？啊无，这大场面的呢，干咩几下也唔对？哈、啊，诶、欸，还有这个旗啊，系啊，所以这回去吼，爱甲大家讲个清楚，啊，就是要走路啊嘛，啊，伊刷落就无啊，伊按说讲以后就是要用这个旗啊代表啊，啊，搁伫里边延续下来啊。啊，这大家有法知啊嘛吼。这已经灭亡了嘛，这
1949年、1912年啊，在南清灭亡，做一个蒙牌伫遮。哦，啊，咱以前的教育部讲，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嘛。加了哈，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嘛，啊，台北这是像流亡政府嘛，哦。这后一辈啊，过来，这大家看过啊嘛吼，有人无看过无？三立的影片，好，那我们麻烦三立的影片再换一次吼。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嗯、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嗯、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红道员，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嗯、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立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这就是感谢三立了，但是他说他是不实的报道。我们这个身份证啊是美国制造啊，这个是啊那个金制啊，是美国制造的晶片的吼、哦、啊，我因为这个就是要给大家拜托，最后啊要给大家拜托两件代志。第一就是一定要叫较少年的要有专业来受信，吼、哦，啊无就来清身份证，因为咱有诶迄个奖励啦。你若是有甲贷款呢，有甲银行贷款，阿伯咱执政，你遐阿伯，你若是有咱的身份证，你遐贷款就拢免还啊呐。你的就学贷款啦、啊，迄种，系啊，迄个学生啦、啊，哦是学生，啊，即嘛唔只讲爱叫学生，爱赶紧来办身份证，啊无就来上课，哦，因为时间上要拜托这少年呢，啊去鼓吹少年呢，较侪来上课，这第一点。房贷哎啦，迄房贷你讲买迄厝，免来使讲免还，你就是学生，以后咱啊学生就免费嘛吼，啊所以以后就免还啊。啊，即卖佫一个就是要拜托大家来遮，啊，迄、那个拜托签身份证啦，
啊来上课啦，安尼好啊，好，啊，今日咱到这，啊，感谢。